班长机械超校队的 ，Genetic。相信呢，我想讲什么？哦，毕业十五年后的我呢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是有一个幕后者叫我带你们来看的，就是看看一下我周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然后这里呢就是东京大学，以前我上过的一间大学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小走廊。然后我现在在这里定居已经8年了，然后很喜欢这边的气候，很喜欢这边的四季，尤其是相信大家都知道的，春天的樱花，夏天的烟火，然后现在是那个秋天的黄叶，超漂亮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冬天的白雪，当然，然后我还蛮喜欢这边的环境，喜欢这边的生活。然后现在呢，在一间 ID 公司 M 字头上班，然后是个公司的奴才，努力，然后每天是个工作狂。然后最近呢，就有一个 project 在 launch， 然后在忙着一些 escalation 这样子，然后有点小忙，就那么一点点小忙。然后我的近况就报告完毕。然后听说最近有一个同学会咯，超想去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可是很抱歉，我就有点点小忙，然后就不能到现场跟你们聚会，所以呢就在这边想分享一下我的人生经历，就是人来人去这样子的，去过几个国家，几间大学，几个公司，然后体验过的事情就是，中学的朋友还是最真挚、最珍贵，然后就是有着那个很怎么说，很 pure 的一个心去交朋友，然后就是我还蛮怀念以前的那个中学时候，大家都很天真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而且是最疯狂的一个时光吧。然后呢，真的很抱歉不能到现场去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抽空去参加这个同学会，和大家叙旧，去回忆那个回忆的呼唤。我在此感谢那些为这个同学会筹备的同学们和老师们。我也看过了，在 Facebook 上看过了一些剪片花絮，还回母校上课之类这样子的和这个宣传活动，然后真的很感谢你们为这次的活动而准备。我好希望有下一个同学会，然后希望可以到第二个同学会跟你们叙旧。然后这里呢，我想献上一个小礼物，就是在母校的时候所训练的一个小技能。15年的相聚，那么非常感谢日清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
那么也希望各位同学和老师今晚就可以畅快的大吃大喝，不用省省吃了。那有什么我们就回去过年的时候再约个茶喝再聊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来自 501,02 年班 501 的陈真冠，现在定居在美国 Minnesota。已经15年了，我们毕业已经15年了。非常感谢这一次筹委们落力又精心策划开会又拍戏，我们才有这一次像样的同学会。我非常想来参加，但是人来不了，因为在美国，然后家里面我们的女儿刚刚出生，还没满月呢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我就很不好意思，将会 miss 掉这一次的聚会。所以呢，为了表示我的真诚，表示我的支持，我举牌 #hashtag 回忆的呼唤9802，希望同学们记得买票，只剩下10天哦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5S6 的郭俊辉，现在定居在澳洲的 Melbourne。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，一眨眼就毕业了，离开了母校15年了。然后最近听说就是要办一个同学会，大家也知道那个筹委的主席易俊啊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啊，他就有跟我提起，当然也不用他提起，我在 Facebook 上面有看到了，就是一系列的活动跟就是母校跟同学们的一些讯息跟近况，然后也就是看到了最近他们筹划了就是回母校上一天的课，然后有看到那一些 video， 就是同学们穿着校服看到以前的老师在教书，就很怀念以前上课的时光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就年轻嘛，然后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，所以就很想念以前上课的美好时光。但是很遗憾，因为刚刚换了工作，没有很多的假期，所以这次的同学会回不了。但是也看到就是筹委们很就是精心的很努力的去策划一系列的活动，所以希望同学们可以支持这一次的同学会。相信这一次的同学会应该会办得很不错。然后既然这一次的同学会第一次的同学会都会办得很不错的话，我相信下一次会更好，所以希望未来的同学会可以回去跟大家的聚一聚。 Who are you and which class? 我是绿冰，我是 5S3BA second year current position， 我是做研究在美卡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。然后第三 ，How you feel about high school life？ 我觉得 high school 的生活是最 stress free 最 relaxing 的时候。虽然我们要考试很多功课，但是也是最开心、最爽的时候。Reunion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我很开心你们有 organize 这个 event， 然后有参与的朋友们。希望你们可以要讲，我发言不好意思，已经生锈了。希望你们可以很开心的 attend 这个 reunion。我没有办法 attend， 因为我还在美国。希望下一个 reunion 我可以参与，谢谢。